还好我前面见到了。陆夏到了，陆夏，陆夏。走到那上坡那块儿是吧？对，还回到那个位置。对，刚才弄的那个右脚那个鞋，再远一点吧，离它的身体的。从这儿啊。主力是在哪个位置？机器就是它，这是主观。机器就是它。对。然后开始，你俩你们仨就往上走了啊！一二三，以后慢慢的。对。